大家好，我是阿轩，没有错，我们今天要来拍 Vlog 啊！大家要知道，我爸做了一只皮卡丘啊，等等哦，谢大小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要涂这只最小只的，好不好？又用这个压颗粒颜料，耶！那我还有棉花棒，对，买不起水彩笔，只能用棉花棒，好吧？开始喽！先打开这个亚克力颜料啊，各位，没有，先要选黄色，就是作为主要的颜色啊、哦，还有红色，来搞，等一下，这个还是这个，这个，涂腮红好不好？来吧，开始喽，耶、yeah ，先打开来。没事，我用盘子的。可以动，有没有？是，好，换另外一面。我等下跟。完蛋了！因为我被我妈骂了，她说你搞什么脏，搞这么脏之类。不行，为了这只皮卡丘，我拼了！自己买一个是吧？啊，不要涂均匀啊！超荒谬的。快要干了，那这画起来蛮好看的。行，先去预告。哦，它耳朵是黑色，等一下用笔涂了。要不然黑色就太黑了，直接污染了这些东西。涂这个耳朵，耳朵就是涂到差不多这个地方，好吧？因为它那里是黑色的。哦，完蛋了！好了。这边先画一个圈圈，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先涂尾巴了。
点难上，这一面。重新涂一下，然后这个地方下面，这边要涂吗？涂一下，涂一下。通常应该不会有人在看下面吧，对不对？就那一层，然后还有这脚的另外一边，后就不能动，我怕它粘死的。没有，我先勾一勾。既然都滴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不能浪费啊。补一下漆，补一下漆，啊，有些地方没有涂到，可以。然后把这个稍微涂一下。我先上一层蓝黄色的底漆，然后等一下再想办法。我先来，你先来。你可以继续用。有点难上。有了吧，这次有点干了。每个地方都有红色吧，对，跟底漆啊，底色，底色还有什么？底色，就点这两个腮红。来吧，先把这个放一边，先把这个放一边啊。就拿微笑，一下，然后要画红色的这里，红红的。估计等下真的要被骂了，好吧？红色，先，一直把它收起来。哇，哎，我没有用过，要撕，我就把它撕了。
呀呀，尴尬了，各位，那把它吞了啦。啊，这已经两只是红色了，完蛋了。我总觉得它在流鼻血。完蛋了，还有我的手跟血喷过的没两样啊，各位，拜托新手啊，对不起啊，好，新的纹身，然后现在流鼻血，等一下流鼻血是怎样啊，就像流鼻血吧，好吧，放着等它干了，忘记上黑色了，好，不管了，皮卡丘回来了啊，还有一个东西忘记上了，啊，现在身边找不到黑色的笔，对不起，黑色的笔，嗯，还没有狗，没有狗，没有红色凶狠呢。对啊，我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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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今天已经到这里结束了，我还要收拾这个惨不忍睹的桌子。